鸡排下锅炸到金黄酥脆，剥开来鸡排肉多，和10元硬币一样厚，咬下大口满足。但到底鸡排、鸡腿、鸡翅哪个部位是最肥胖地雷？我觉得鸡胸啊，鸡屁股、鸡腿，通通都答错。其实炸鸡热量最高的是它。小小鸡翅不起眼，却是肥胖杀手。像这种三节翅，每100克热量就有210大卡，毕竟一碗饭270大卡的热量。炸鸡肥胖排行榜以每100公克来换算，第一名是鸡翅，热量210大卡；第二名是鸡腿，有157大卡；第三名是鸡排鸡胸，有121大卡。鸡翅它本身就有皮跟油，然后又大面积的去炸，好，所以相对来讲油脂的含量是比较高，热量相对也会比较高的。不止炸鸡是肥胖地雷，全鸡最胖的部位更是想都想不到。刷嘴的鸡爪冻，一只一只啃，超过瘾，但是热量却不表。每100公克热量只有216大卡，是全鸡最肥。感觉有胶原蛋白等等，可是这些呢，它大部分都是皮，皮全部都是油脂。鸡爪皮多肉少，脂肪高，真的想吃得限制数量，不然以为胶原蛋白多越补越漂亮，没想到却越来越胖。三立新闻张建勋、蔡孟真，他报道。